什么？这是急诊。我是最后一个了。知道你的脾气，不敢耽误别的病人。怎么了？又脚崴了？自从上次你从我家里走了以后，一直没有跟我联系，我只好到这儿来堵你了。有什么事吗？找什么算啊？你不是来看病的吗？说吧，什么病？看什么病啊？你就是病，心病。呵，这我可不敢当啊。挺怪啊，我一看见你我就挪动脚。你真的是个妖孽啊！这护士不应该都是女的吗？难道这个世界上？哎，工作场合啊，你放手，不然我告你废了。下班以后一起去吃饭啊。停车场等我吧。快点！这是我们科室的大林，小超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好你个赵新平，什么时候交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？也不跟咱们说一声，还藏着掖着呢。是啊，平时看着挺正经的，没想到私底下动作挺快嘛。那是，在你们面前当然得表现正经，不正经的一面他知道就行。哎呦，可以啊，老赵，老实交代。私底下有多么不正经啊！哎呦，别提了，啊，近墨者黑。本来我这个人吧，还是有点绅士品格，自从认识他以后，节操碎了一地。哎，真要命啊！回头有空一起吃饭呢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家老赵还得请你们帮忙盯着，你长太帅，不安全。那好，咱们就别在这里发光发热了啊。老赵，我们先撤了啊。得嘞。该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行啊，老赵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面。嗯，说，你有多不正经？怎么，坐实了女朋友的身份？怎么了你？嗯，说老实话，你是不是故意来捣乱？结果没想到我根本不怕。嗯，那怎样？惦记你的小妖精这么多，我要不出现一下，人家还以为你是没主。万一再来个我这样的怎么办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像您这样的妖精啊，一个足矣，再多来点，贫僧可消受不起。知道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去趟公司呢，待会儿有个邮件要过来，我得跟外方确认一下，再跟工厂说。陪我呀。行啊，正好我也想看看你那个公司到底是个什么奇葩，能在你的管理下幸存下来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还不错，是你的风格。那是，我这个曲总可不是白当的哦。只可惜看不到你的员工们，真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人能在你的管理下有效运作。嗯，又偏见了吧？谁说妖精当不好老板？你先玩着，我进去开会儿资料，否则一会儿交流起来比较麻烦。嗯哼，乖。嗯。你不能跟进去啊！你要是进去了，我可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你乖乖地坐在这里，啊，你看会儿书，看会儿杂志，好吗？我最多十分钟，半个小时，最多不过半个小时，我一定出来。OK， 乖哦。Thank you.
黄色的，上面有字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是不是安装施工方案啊？桌上的是两本是吗？好，嗯嗯，好，拜拜。或者嘛，我一个人太无聊了。可是人家答应了天黑之前把邮件给他们发过去的呀。离天黑还早，就只有一个小时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哎呀不行不行。嗯，你再等我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数到一呢，别废话。睡觉呢？嗯，牙照，人家今天好累哦，要不你来开车吧？哎，你看我的手，怎么了？怎么都手抖了？连续做了好几台手术，我手术到累的，要不今天你开吧？好吧，既然你都放大招了，那我就先会一把，我来开车。嗯，但是人家需要加油。可以了吧？今天我陪你，把所有客户的优惠都推掉。等我一下。林总啊，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刚才量一下体温，有点低烧，最近流感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不幸中招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想我们今天的约会呢推迟好了，我别把流感再传染给你。拜拜。搞定。哎，你饿了吗？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要不咱们去吃那个什么虫回虫面。对，怎么样？吃呗，吃就吃，谁怕谁。走。一号这道面请慢用。你快来了。谢谢。哇，啊，看这个面啊，又圆又粗，像不像乌冬面？嗯哼。可是它跟乌冬面不同的是，它两头是尖的哦。你小时候肚子里没长过蛔虫啊？这个像不像那个蛔虫？吃饭，吃饭。好啦，快去洗个澡吧。在你身残志坚的份上，明天再加过一次。今天先到的更晚吧。哎呀，哎呦，冻死了。哎，我的表被磕坏了。来吧。喝一次。体会得到。可每当赵医生跟曲潇潇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像走进了另一个天地。工作在那边，生活在这边，严谨在那边，随性在这边。赵医生感到，只有这样，人才是活着的，人生才是完整的。那，你这挺好，你先洗了我们两个人的水。你洗啊。
好了，上去洗澡吧。又一起洗啊？